你咋了？怪物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，它还是一只很小的怪章鱼。可是后来，它……小军官，别哭啊！告诉姐姐。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后来爸爸和其他人都被杀了，家都死了，怪物变得很大很大。怪？难道是传说中的克拉肯海怪？什么玩意儿？是国外深海的一种巨型章鱼。 在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大章鱼袭击轮船的事故。据记载，在1782年，它曾经让10艘英国大军舰一夜之间沉没，直到19世纪才被证实。我的妈呀！古代外国大章鱼跑这整咱们了？我听说这种章鱼非常聪明，他们会学习，会伪装，甚至会使用工具。我去！ 早上上船之前提前拜拜好了，组长们，组长们，闭嘴！